啊，赵丽的漂亮，好摔，这边压进去，漂亮，好的，今天摔倒。我只是想要做腿勾，但是威力往另外一边去转。哇，漂亮，漂亮，哇，这边有个侧踹，哇，罗斯有一个侧踹，漂亮，直接到地面，漂亮，漂亮，这边压住了，慢慢打，不用着急，因为对手这个神智还是清醒的。哦，有个上蹬，这边威力要向潘海先过腿，罗斯把他拉到了自己的防守当中。不着急啊，慢慢打，慢慢压。哦，摔了，这边冒充腿有机会，再次摔了。哇，三十秒的时间，看能否把罗斯给压住。拿背，这边有锤击的机会，不用着急啊。能够进去。对。看，拿背，拿背，然后转过去。啊，腿功进去了。啊，对手。哦，这边上去了，看。我直接起撤，这边有往下重击的机会，重击，哇，这边还有一秒钟，哇，恭喜罗斯卫冕了这个腰带，但是也看出来这个双方打的是非常的接近啊。